大家好，我叫沈天天。现在的我很激动，因为今天是圣马丁设计奖的颁奖典礼。领奖前的一刻真的是让人激动，果然付出的越多，得到的就越多。虽然不是我自己亲自上台领奖，而且他们母女全程没有提到我的名字，不过我一点也没有不开心，因为我即将收获自己的爱情。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我沈天天一出手，男友那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可能是情场得意，我注定要事业失意。内心纯洁如小白兔的我一点都没有准备，就被女儿和他妈套路了。不仅害得我和男主越走越远，而且还丢了工作。男主不给力，还要遭受女配角的陷害。关键男二也不是我这一边的，史上最惨女主实锤了。真的是让我独自美丽吗？失业的第一天我很开心，然而现实再一次狠狠地打了我的脸。没想到平时算计我算计的那么厉害的赵明远，居然这么容易中了反间计，我再一次的失业了。幸好我有优秀的学历和设计理念。什么？这家公司也不要我？这也太惨了吧！都说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人倒霉起来喝口水都塞牙缝，就连我自己的亲妈都在疯狂的嘲讽我。本以为我的人生不会再有比这更惨的事情了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男朋友最终还是被闺蜜拐跑了。就在我以为我的女主生涯就此结束了的时候，男二终于站了出来，他机智地劝说了赵明远和我分手，然后开启了上帝视角，揭穿了幕后反派。 Oh my god， 小椅子你真的是太聪明了，爱你，么么哒。好了，我的身边终于多了一个队友了，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，加油，奥利给！